长老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在家菩萨，大家安安，大家好。时间过过真紧啦，今仔日已经进入了演讲佛说无量寿经呢，进入了第68天咯。那么我昨有甲诸位讲，今仔要讲这个佛几种的有八音呐，佛祖那位。大地一切众生为所有的人天说法呢，以八音演说法啊。到底八音演说法呢，何为八音呢？注意听好。佛啊，演说佛法，具有啊八音。第一，集合音；第二，流能音；第三，和谐音。第四，尊慧音；第五，不如音；第六，不我音；第七，深婉音；第八，不结音。前后都有八音呢。那么佛祖音啊，讲出来声音是叫梵音，但是分析起来都是八款殊胜的质就对啦。第一。叫做集合音啊，当然这集合是指着十法界所有啊，包括菩萨、声闻、愿功，这三圣人的声音呢，对佛祖对袂着。这六道众生更加唔免讲咯，所以世间随便所有声音上庄严、上水的呢，无一个人会当跟佛祖来比拼的啦，叫做集合音啊。那你讲起来，莫怪人听佛祖声音起欢喜心，讲无几句就开悟真久啊，极好音啊。佮第二叫做流能音呢、啊，咱一般人的声音呢，唔是粗就心观音，唔就心过低音，低价呢实在无都佮讲落去啊。那么有声音呢，是咧破裂声、破裂声啦，哎，总是呢唔是想讲。就想过流啊，那么佛祖音呢？伊个流浪呢，互听你个地呢，亲像清凉甘露雾共款，互你听你个地呢，会法喜充满啊。先听就听袂先，先听就听袂疲劳啦。足爱听伊讲诶，真有深言就丢啦。流浪音，搁第三叫做和谐音。这个和谐音就是温和安息，吼、哦，未感觉红，感觉很急躁的调，都都好呢。我看人个讲话有阵时啊，吼、哦，好呢，稀里哈啦啦呢，好变变叫一直起一直起啦，那阿无断路，阿无标点符号，一直讲一直刷一直起一直起呢，红听你家电真急的呢，规心脏咁跳出来，即款呢无适合恭敬释怀。那么佛祖伊这和谐音呢，调甲嘟嘟好，袂开了伤紧，也袂开了伤慢。像有人咧讲话呢，扭了伤过长啦。我看有诶法师咧讲经嘛，感觉讲了伤紧去，啊有讲安尼慢慢拖，慢慢拖，慢慢拖，互你听你甲地呢，前开无着接后开呢，下面若较短呢，后壁骨都听袂着，这叫做呢伤慢去啦。所以讲经说话，像你开车，唔好伤紧啊，唔好伤慢，防坐咧开我，防听咧家己呢，
句分明，字字清楚，段段呢有段落，所以讲甲会解和谐呢。哦，迄声袂解朴素，真温和，这一相当要有修辞的功夫啊。像讲佛祖呢，伊就和谐音啊，八音的第三。过来讲第四，第四的八音叫做尊慧音呢、啊，叫做尊贵，有智慧，不俗啦。咱有阵讲话，伊声音出来未尊贵哦。有人听你甲地世间人讲卡声卡声的呢，哦，迄声音就无听。啊，有人讲话出来了后，就感觉真个俗，安尼也未使，拄好拄拄好，非常的尊贵。尊贵带当中带有智慧，智慧当中带有尊贵啊。哦，为安怎这人伫大众人群互听你甲地呢？相当真俗，无分量呢，袂互听你甲地呢，非常尊贵，无修行就是无修行，真正无法度互你去戒你就对啦，也无法度互你模仿你的，所以这尊慧音呢，相当爱修持啊。过来第五叫做不如音呐，佛祖讲经对大丈夫之上的声音呐。那么伊讲出来，互你感觉听你甲地，袂感觉讲，像查某人的声音呢，女性的声音，哪有假啦呐？叫做不如音啊。所以呢，我有看过一款人讲话啊，毋知是女转男心转无过安怎吼？说讲话呢，一个人就好好咧。啊，毋过莫听伊讲话便罢，听你甲地你会惊着。哎呦，啊，你查某人的声呢？这真正有安尼呢？有迄查甫人哦，啊，讲出来变查某声的呐。迄毋是咱福建讲叫女转男心吼，查某的过去成长投胎转世做查某，转过男心了后，含伊这声音就转无过啊。哦，即款查甫人的声张，这叫讲出来呢，女人的声音嘛，这叫做女音器啊。这无健全的男性，吼、哦，那世间人讲，安尼是较歹势啦，吼、哦、啊，就是讲吼，迄格调无变成破格去呢。所以呢，你一个佛祖讲经说法，那还佫有语音呢，安尼不但无尊贵，无尊慧呢，佫有语音呢，互听你甲地呢，对佛祖都袂尊敬啊。所以呢，佛祖的八音内底，其中第五叫做不语音呐，无语人迄款气息。也是气，无女人的声音，你会看非常庄严呢。佮第六叫做不五音呐，八音内底第六叫不五音。五是五道五界，四角叉有叮当叫做五啊。哦，啊你耽误我，是五就对啦，五回一五。这意思就是讲，佛祖讲经呢，伊家己呢是真清啊。哦，你看一挂歌星去唱歌，真了不起。伊家己真清，毋免看字幕呢，伊就知影讲伊咧讲啥物字，讲啥物段落，讲啥物内容啊。家己真清，伊发音出来去唱歌呢，袂妨误音字。哦，这就是非常了不起啊。所以有人讲经呢，妨听咧较地呢，都袂误音字。这原因就是讲伊家己真清啊。台语也好，北京语也好，英文也好，日语也好，德语也好，莫讲便罢，讲出来字字都清楚，哦，句句都分明，段落呢非常有抗战啊，这叫做不五音啊。所以难怪有真济人听伊讲话了后，伊阁传出来话呢，就失格差异啊。一来有可能讲的人讲了互误入，听的人。因此就听袂清楚啊！因此，即款要安怎来讲话，安怎来演讲佛法呢？无法度。所以讲话呢，伊即个语言呢，爱讲出来五音，即非常要紧。所以有做讲经呢，当时拢无看字幕呢，即摆时代佮电视佮拍有即字幕，通互你看呢。那佛陀时代根本啊，无有即设备啊，第一。一位讲经了了后，大家听你甲地字字分明，句句段落清楚啊。所以呢，
这讲经说法啊，还佫看义务呢，会佫有义务佮白条的。一听呢，无法度直接入心落去啊，无法度直接能体会到迄句意思。所以呢，我尽量一寡部分呢，无爱拍义务，就是安尼。只要你听我讲话就好，一直听落，一字一句一段呢，拢调白，拢入心落啊。唔免讲呢，佮目睭看字，佮听声音，因此相关之下呢，会互你分心。我都体会这個意思，所以一来我承认我讲话呢比较迄字也较清楚，袂去误会。所以呢，逐句话听出来，那清楚当然都我都体解大多啊。你唔知我都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。因此在这经营之下，我要讲话啊，这個、本我音足要紧的。咱个修道乃当呢慢慢啊讲，有讲，讲好顺，慢呢。讲到一个开阔一只呢，哎，规心强强要做事呢。讲到你听你个电呢，个压杂个心强要跳出来。像即款部分有一挂人招数的主持人呐、啊，你看你个电，哎，讲话较紧哦，后要做事呢。伊家己做大咖听看麦啊，伊会见笑。所以讲话呢，唔好伤紧，也唔好伤慢，因为发出来音呢，才会端正，才会优雅，互听你个电呢。句句在，我都消化，再入耳啊，不五音。过来八音的第七叫做深婉音呢。这个深婉者呢，就是讲佛祖一只恭敬，卖讲是一百公尺、两百公尺内底听会到啦。佮当时无卖口风哦，无只音响设备哦。在佛陀时代，佛陀恭敬有一个深婉音。哪怕是三百公尺以内听得到，纵然离开这三百公尺以外处呢，一公里、两公里、三公里，都依然听得到。你想看卖啊？所以呢，这无简单呐、啊，唔是讲伊功力气功好呢，唔是内力好呢，这也修行修来，深远音，无分这距离，远到什么程度呢，依然听得到。那么有一次，这个目犍连尊者听释迦牟尼佛讲，佛陀有这深远音啊，讲外行的距离都听得到。因此，这个声闻性的这个目犍连是佛祖神通第一的大弟子，伊原对佛祖，伊讲佛有深远音呢，伊充满着质疑，感觉好奇就对了，敢唔样呢？所以呢，佛祖在灵山会上在恭敬的时啊。这个目犍连尊者呢，准运用伊神通呢，一直飞，一直飞，一直飞，飞到有够远、有够远的所在呢，会当是他方无量世界出去啦。那么，迄个所在有一个佛，叫做普贤如来啦。普贤如来，伊都有那只恭敬啦。那么，目犍连尊者呢，伊准呢坐伫迄个普贤如来。伊迄个大咖的所在，真是大众做伙听普贤如来恭敬说法。那么奇怪就是讲，目犍连尊者呢，听普贤如来伫个演讲佛法，同时佫听到释迦牟尼佛伫个恭敬。一当遐内底，同时听到两尊佛伫个恭敬呢，一者普贤如来，二者释迦如来啊。因此在这经营之下。普贤如来有他心通啊，伊就讲话啊，伊讲依会内底啊有一个是释迦牟尼佛伊的心通第一大弟子，名叫做目犍连，用目犍连啊，目犍连，唔通以你声闻小乘的这个根基的智慧心通，是咪道量如来伊的心通力，道量如来智慧。如是八千万劫啦、啊，是要道量如来智慧神通原力，无有是处啊。那我在那个时阵啊，目犍连阵脚手尾阵冷去啊，惊了啊！哎呦，好厉害呢！看这代志搞倒出来呢，搞叫叫出来呢。因此呢，这个目犍连尊者站伫大众人群呢，移动伊脚步，行到目普贤如来头前，五体投地。顶礼三拜忏悔，注意你想看卖啊！所以讲呢，佛有这深远音嘛，
你走去甲头无量世界呢，共款佫听得到。啊，有人讲讲，啊，若咧是讲世界佛同一时间讲经说法，好，我毋着吵死个呢？好吵个安尼，互你感觉日夜不安。你放心，你若有修行有神通安尼，安尼佛祖讲经说法，你想要听释迦牟尼佛的，你就听伊个。想要听呢阿弥陀佛伊个发音，就听会到。其他的佛祖音就听袂到啊，所以电视啊，爱所有这收音机呢，有足侪电台啊。你欢喜听对一台，就听对一台，会当控制你嘞，真不可思议啊！袂因为讲释蒙主开始讲经呢，你就伫遐日夜不安，好杂音有够侪，听袂了啊！你毋免即个看开，会当随心所欲，叫做深渊音啊。过来叫做地背，叫做不结音啊。这个不结音就讲未真，佛祖讲经说法，讲了一劫两劫，伊的声音就未真，未衰竭啊。像讲咱一般人，若讲话两点钟、四点钟，伊的声喉就烧声，就破裂声、破裂声，讲话呢，就咧粗粗，还是发音发未出来，伤到咽喉，伤这音段。在这情形之下，伊的声音有结的时阵。结就是真呐、啊，哦，衰竭是竭，但伊叫做结，结就是种真呐。啊，有做讲经说法未真呐，滔滔不绝，如涌泉迄般呢，如泮泻水啊，好无有止境个啊，叫做不结音啊。所以呢，咱凡夫众生无共款啊，吼、哦，互你讲话啦，一点钟互你讲好无？你会晓讲啊？两点钟互你讲好无？你有才调啦，四点钟连续讲话无停，阁无啉茶哦，你有才调无？念你着倒伫遐个频伫遐带。那你讲起来呢，凡有众生伊声喉伊音大，是有量有尽可结的时阵呐，所以袂当堪你讲甚久啊。有人讲，日本法师，我曾经讲四点钟呢，我甲你恭喜，你无简单。八点钟你有法度无？你就昏去啦，所以咱人总是有一个限度啦，毕竟是人啊，啊未到佛的境界啊，啊若佛的，莫讲八点钟啦，伊滔滔不绝、不断不尽哦，一直讲八工八夜，伊就讲未停。哦，佛祖连续讲一劫、两劫、无量劫呢，伊声音都未叫停止落啊，未叫消极去，因此呢，这个不结音啊。也就是讲呢，佛的第八音的最后一音叫做不结音。有人讲，哎，如本法师这八音像你安尼讲的时，是毋是讲叹气去？吼、哦，结好音到一边，流量音到一边，和谐音一边，不五音一边，吼、哦，哎，所以个深渊音佫到一边，是毋是安尼讲啊？叹做八车是毋是？我、哦、毋是安尼。代表讲，伊讲话当中一个声音呢，甲分析起来呢，有八款殊胜庄严的八面就对啦，合起来干一音尔，安尼就清楚吼。唔好误会讲，像即卖这时代进步音讲呢，哎，这声音演奏了了，嘣切，就嘣嘣切嘣嘣，一只音，你再甲配了闽南语的声音落去，吼，甲配钢琴的声音落去。吼、哦，啊，佮配呢唱歌的声音类，像即摆 KTV、MTV、卡拉 OK 同款呐。下当呢，无同款的时间、同时佮输入，变成一款的音出来。好、哦，即摆时代进步，我都安尼啊。那么佛祖八音呢，就用一个声音，其实有八款的书形的意思。安尼最清楚吼。好，佮听好。后壁讲即个神通功德啦，注意听好。极乐大众呢，意念呢殊胜，其足有六种的智净通，一念遍降诸佛，智慧明了啊，神通自在啦。安尼注意清楚吼、哦，意思就是讲，你我咱大家，包含着他方十方世界所有人天呢，如果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大家意业拢殊胜庄严，其中呢六种的神通，
拢执着。既然有神通呢，你我都一念之间就运用你神通去十方世界呢，供养十方无量诸佛呢，修你福慧啊。这就是智慧明了神通自在意思。哎，那就明辨吼。好，那明辨，再搁看经文哈，《无量寿经》也安尼讲咯。所处宫殿啊，衣服、饮食、众妙花香、庄严之故，由第六天自然之物，若欲摄持，七宝拔去，自然在前。金、银、琉璃、之故、马鹿、酸芋、琥珀、明月、珍珠。如是诸钵，随意而至，得离饮食，自然圆满。虽有出息，实无失者。但见色闻香，自然饱足，身心柔软，无所未足，殊以化气，使之复现。那么这段也不难明白啦。伊主要是讲到极乐世界呢，伊个心口以三业殊胜的一面呐，也就是讲，殊依得依，殊摄得摄的，依摄自然。伊个助用呢，随意有这福报的啊。好，咱注意，咱讲做白话文哈，佮写文一遍，你就听较有啊。注意看好哦，听好哦。极乐世界啊。所居住的宫殿呢，衣服、饮食、各种美妙的花蕊啊、香气，以及庄严装饰的器具等呢，就哪参像第六天他化自在天自然化现的物品。如果呢想要饮食的时候，七宝所成的这个碗盘、餐具呢？自然就出现在面前，有金银、琉璃、珠珠、马鹿、山芋、琥珀、明月、摩尼、宝珠、珍珠等宝所成。亲像这种的碗盘，都能随心意呢，想买就出现在眼前。古那百味的饮食食品呢，自然盈满在这个碗盘内底。虽然有这种的饮食啊，并无真实呢去食或者是去啉啦，只是看见了这饮食的形式，或者是闻了这饮食的香味呢，自然就如同食百碗粥同款，身心呢感觉非常柔软，而且伊心内无口味在贪著，食饭的事情完毕了后。伊个餐气呢，自然变化消失去。到了想要食的时阵呢，也阁再出现出来。你注意清楚吼、哦。哦，这听起来，亲像个讲梦家啦，亲像个讲天方夜谭啦，亲像讲算的啦，亲像开玩笑啦。注意你莫误会，不但唔当误会，你也知影。凡所世间真济代志，凡想袂到，无嘛事啊！像讲在20年前，也就是大概伫即个60年代时阵呐，咱即个世界观光还袂介流行普遍的时阵呐，咱大家都伫咧报章杂志呢，啊，电视个报道讲美国外欢迎外进步，咱毕竟咱毋捌去过美国个人，总是对美国。充满着好奇甲质疑啊！讲哦，车足水哦，迄高楼偌悬哦，哦，安尼美国人生做安怎？哦，因环境是如何？讲讲呢，丰衣哦，丰衣足食啦，互你食哦足好，穿足好，非常富裕。台湾人因为还在迄个时代，50年代，也佫也袂介欢迎，生活非常困苦，物资也袂介丰富以前。你听你家己会感觉真不可思议，甚至唔相信。这就是讲，咱这个地球都已经有富贵贫贱、种族性差别遐尼大咯，
都有迄事实咯。何况用开悟证果完成的极乐世界呢？甲你讲，哦，遐要食啥就有啥，要穿啥就有啥，只要你动一个念头，迄、那个物件就变现出来。你食了后，迄、那个出现物件自然就消失去。当你要食的时候，佮动念头，伊佮浮起。哦，你听你甲讲，敢有可能啊？有咯，有可能哦。来，咱讲他化自在天道。只要你食啥物物件动念头，你负责动念头就好啊。安尼呢，自然他人就变化迄个物件来，互你受用啊。就这福报字啊，何况叫做世界是阿弥陀愿力所化呢？真不可思议啊！所以毋知讲讲，叫做世界讲，哎，你要爱啥物碗盘，爱啥物形的，爱啥物颜色的，你动念头就好啊。念头一动出来后，迄、那个物件自然就变现出来啊。你要食啥物味的？哦，食四川的菜、广东的菜，还是台湾的？哦，乡土味菜，你负责动念头就好啊。只听唔免做啥物件，也唔免自己去变化，人就变化乎你啊。哦，这自然圆满啊，在你碗盘内底啊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哦，注意听哦。你到叫世界了后，你只要看了，只要闻了，安尼就满足啊，无一定爱食，爱去啉就对啦。哦，因此这物件呢，你若食饱了后，满足了后呢，你自然就身心感觉非常柔软。哦，你的心内虽然有闻了、有沾了迄款所谓甜咸酸涩苦，你满意物件，你袂去贪著。会自在解脱。咱有讲过哦，极乐世界叫做殊胜微妙六尘呐。哦，你袂去贪著伊，迄就是应了咱凡夫众生伫极乐世界加减够习气啦。因此，这是佛方便的化现。哦，你看了，你闻了，安就满足啊，无一定爱食。啊，当你用完了后，才参气呢，哎，自然就变化消失去啊，真无去。到了你要受用的时候，伊阁变现出来，你想看卖啊咧？哦，福报太大咧咯！其实嘛无啥人欢喜啦，啊嘛无啥人好奇啦，因为这就是你家修来福报。你无了福报啊，念头安怎动呢？先动都动未出来，这是你家修来实现业所感受福报啊！安尼就清楚吼。其实拿因果来讲，就有迄因，就迄个果啦。你家己修行修到有即个福出来啊，就讲你的福报当个菩提啊，想要拒绝，想要逃避，都逃避袂掉，拒绝袂掉啊。当你福报去现前的时啊，伊是下来下来哦，你家己煞有惊着呢。吼，你来看，啊，咱人等业障去解的时啊，报果报当个冲来的时啊，你先就逃袂去啊，就惨遐尼济啊。哦，所以注意个听好，自己所修行三业的清净呢，佮加添阿弥陀愿力的加庇加持的状况之下，你自然就是清净福报可享受啊。哎，知影吼？佮听好。那么，那是要食物件时，哦，这七宝这个霸气呢，你自然就摆在你头前啊。伊百味饮食呢，自然圆满咯。你要食偌济，半碗伊就献半碗，好、哦，要甜多甜。你动什么念头，这物件随念头意思而变现呢？虽然这物件，哦，讲是要你食的，其实你也无去食啦。看一个就满足啊，闻一个你就满足啊。其实，迄就是真不可思议啊！一种境界啊啦。因咱人到这个世界，加减有习气嘛，是弥陀愿力方便的化现，互你看一下，互你听一下。所以叫世界，讲到咱世间人的话，靠本土化的叫啥呢？佮绝对无大小便呐。哦，听就满足啊，看就满足啊，哪里来八道八丈的？袂八丈。所以你听完、看完了后，你就心心解脱啊，
身心就柔软，就清凉。当时未贪着这个色味，你未贪着。当你看完片了，这物件全化现去，咱后尾用的时佫浮起来呢，嘿，知影吼？虽然就要讲一句话啦，如果你伫旧世界，要食物件根本都唔免准备啥碗碟啊、餐盘，是毋是啊？吼、哦，唔免讲即摆讲个卫生碗筷，伫公共场所、餐厅，吼、哦，不能食素食啊，食粗的餐厅呢，碗碟啊洗无清洁呢，哇，你传染着 A 型、B 型肝炎的呢，破食烂呢。人阮去餐厅滴着 A 型回来了，食，我滴着 B 型回来了，你唔欢喜哦。是到肝病都有你分咯，所以呢，你伫叫世界食饭，自然你动念头人化现过啊，化现过的物件比迄个化学或者是免洗的碗筷呢，搁较清气性啊，绝对袂得到所有的 A 型、B 型、C 型的感染呢，你免烦恼。鼻完、漱完、感受了，你腹肚袂伤饱，也袂去枵了，袂伤胀。阿伯呢，歹胃肠啊！吼、哦，你讲啊，苦的事情啊，是不是啊？好，随个听好哦。下面的经文个讲话啊，彼佛啊，诶，国度清净安稳啊，微妙快乐，处于无为涅槃之道啦。伊只意思就是讲，讲那是西方极乐世界呢。哦，伊个国土呢是非常的清净，非常安稳。不但清净安稳，佮微妙快乐上来讲，伊这个快乐啊，哎，比较呢处于无为涅槃呐。因为你还袂彻底证成无生法忍，还袂达到涅槃境界阶段，比较比这涅槃较低一丝丝啊。哦，因接近啊。如果你系证成涅槃了，当然其中诶。叫做涅槃殊胜，上净五乐，清净安稳就是涅槃的境界啊。微妙就是五德啊，哎，快乐就是这六德啊。叫做上净五乐，是叫世界拢具足啊。哎，知影吼？好，那等下去看经文下，哎，无量寿经已经讲咯。其诸声闻菩萨天人，智慧高明，心通洞达，涵洞一类，行无异状，但因顺意风，故有天人之名。这个眼貌端正，巧舌虚有，容色微妙，非天非人，皆受自然。虚无之心，无极之体。那么这段，咱也不难明白啦。那么为了慎重起见呢，咱甲注意讲较白话呢哈，让大家呢更加对这经文有深刻印象，甲理解起。那下文一遍哦，注意听。极乐世界啊，所有的声闻菩萨、天神。人道顶智慧都拢总是真高明啦，伊个神通洞彻明达，完全显出同一类型啦。伊个形状无有不同啊，但是因为要随顺应流西方世界各方个习惯呢，所以才有天神与人道名称。那么因个这个。眼貌真端正，超越世间人，是世间所稀有的。因的容貌色相真微妙，唔是普通天神，也唔是呢普通的凡人哦。一因呢，皆是感受证得了自然康熙无形的真心，以无极限的本体。安尼注意听有无啊？真简单。伊这段就是讲啊，这天神呢，伊是以东西南北、东南东北、西南西北、上下十方世界所来的一切人天就对了。那么为了
随顺这个国风来音缘，再讲有天神，听无？再有人道，其实来往生甲这个世界，每一人伊容貌拢总是金黄色的三十以上的。不但如此，因的地位非常高明啊，神通非常洞达啊，拢同款一个形象，无有啥物异状奇奇怪怪呢？哎，注意清楚哦。所以讲，超世稀有啊，容貌美妙啊，非天非人，拢总完全接受了西方极乐世界以自然虚无之身、无极之体啊。哎，注意听闻吼，哦，无简单嘞，注意。有关这个问题，咱伫个四十八愿，也就是本经的头前有讲了。咱来往生甲极乐世界呢，你我大家拢记住有金黄的身躯，金黄色的金脉身躯哦。哦，那么同时呢，佫记住有三十以上的相互光明啊。唔使讲发藏比丘呢发这个愿啊。讲若有众生呢，哦。那是往生甲伊个西方极乐世界入去了后，无得到这三十以上，无得到这个金黄色的身躯呢，五法藏比丘就无生正觉。你想看卖啊？问题就是讲，法藏比丘生佛以来已经十劫啊。既然有生佛，就是伊愿有成就。既然伊愿有成就，只要咱那是好好啊念阿弥陀的圣号呢，你我大家。到了极乐世界呢，拢总有法度得到呢三十以上，同时得到金黄色庄严的身躯啊！哎，你对清楚吼？哦，敢会当无去极乐世界？所以讲阿弥陀那放大光明，即时要接引我往生呢，我无理由讲无去啊！即时暂时即担甲放下，即时就甲阿弥陀极乐世界，听阿弥陀恭敬说法啊！然后，若开悟证果了后，证了第八地不地不动地菩萨啊，人阮如本即时呢，马上阁等下这三宝世间度化穷穷无尽的众生啊。好，随便听好。下面咱阁继续阁讲这经文哈，随便听好哦，这段较长，所以目睭标金，耳啊摇来，脚咪煞在，要讲了哦。佛告阿难：譬如世间贫穷乞人啊，在帝王边，这个形貌容妆，脸可如何？阿难别佛：假使此人在帝王边，累劳丑恶，无以为如啊，百千万亿不可计备，所以人者。贫穷乞人，低级树下，亦不必行；失处之命，饥寒困苦，人力殆尽啊！该做正事，不是德本。这个积财不施，富有亦坚，但欲当得，贪求无厌，不信修善，犯恶三积。如是受终，灾报消散，苦心自责，为之忧恼，以己无益，多为他忧，无善可贺，无德可施，是故四对恶处，受处中苦，罪必得出，先为下贱，愚必输极，是当人类。所以世间帝王人中独尊啊，皆由宿世积德所致，智慧朴实，仁爱兼济，理性修善，无所为争，是以受终福应得生善道，上升天上，享诸福禄，积善益勤。兼得为人，乃生王家，自然尊贵，仪容端正，众所敬事，妙语顶善，随心服意，俗福所堆，果然地处。佛告阿难：
你言是呀，假如帝王虽仁宗尊贵，行事端正，帝制专论圣王，身为弼留，犹比乞人在帝王边呀。专论圣王威严肃穆，天下第一，帝制独立天王，有福抽厄啊，不得相如万亿倍啊。甲令天地比第六天王百千万亿不相类啊！说第六天王比无量寿佛国菩萨声闻恭严容色不相为代，百千万亿不可计杯。那么这段无量寿经的经文啊，绕绕长，长绕绕啊。但是不难明白，只要呢透过咱好好啊甲解说一下，注意就容易明白咯。注意听哦。那么拄啊是念经文一遍，咱即卖来讲做白话文哈，也就是呢甲写文一遍，安尼注意看哩甲地呢，就非常的清楚啊。注意听哦。佛陀向阿难尊者说。譬如啊，亲像世间上贫穷的乞丐人啊，徛在皇帝国王的身躯边啊，受比较呢。那么，伊的形状与容貌有可能相类似无？意思讲会当相比袂啦。那么阿难尊者呢，辨别佛陀说：假使即个贫穷的人徛在皇帝国王的身躯边啊，比较呢？那么，伊的这个累劳、抽翁呢，是无法度可以形容的。伊譬如的，伊百千万亿呢，所不可以计算的倍数。之所以会这样呢，就是因为迄个贫穷、乞化的人呢，伊的根底极其下贱呐，因为伊的欲望呢，不能压制伊的形体。因心的追求支持生命，受尽了饥饿寒冷的困苦，人道之理呢，几乎呢尽失。这都是因为精神呢无修习善德的根本。哦，积蓄这个钱财而不肯施舍贫困啊，虽然富有啊，而且一家呢搁坚定啊。不勤劳，只想要别的利益啊！而且这个贪求无有厌足，不信因果，不修善行啊，时常犯罪恶，犯罪恶之罪呢？哦，积如山啊！这样到了伊寿终，哇，命终去世了，任何的财宝啊，都带袂去，因此消散，一身劳苦呢？真心积聚的钱财，日夜为钱财忧愁苦恼啊！死了后不能大去，对着自己毫无利益，当然还阁为他人所有啊！因为无任何一点的善行可评估啊，吼、哦，会当依靠得着，无有一点啊功德可以依施啊，所以死了后就对着这地狱。畜生甲五鬼三恶道内底，受尽了长期性的苦楚，受罪完毕了后，出离恶道呢，出生为下贱之人，如此必到到极点，只是显示了行动人类而已啦。所以说，世间的皇帝国王在人类当中独受尊贵啦。这完全是前世的人宿世修积善德的所得，过去慈悲给人恩惠啊，广博救助布施他人，仁爱兼济他人，履行修行，修行善业，无做任何违背道理的争夺，所以寿命终了后。就能得到幸福的报应，
迄得了上生善道，上生天上，享受幸福甲快乐。积善业，得得多余的喜庆。今生有灵道生的为人，而出生在帝王的家族，自然也威尊富贵啊！伊的仪表容貌端正，受民众所恭敬奉祀。美妙的衣服，以珍贵的餐膳等，随心任意服用仪式，受宿舍之福德所对。对谁？所以有如此一般的幸福啊！佛陀向阿难尊者说：“你说的个真有正确，真有道理。但是如果加以比较为者，亲像皇帝国王，虽然是人类当中最尊贵，伊的形貌呢，色相端正。如果敢专论圣王，搁来。”较量比较呢，就会显出呢非常的卑劣丑陋啦。就哪摊像迄位贫穷善解的乞人呢，徛在皇帝国王的身躯边啊，同款。专门圣王虽然伊威严相貌、书性美妙是天下第一，但是看对天王的地色天王呢，又果是显得啊丑陋。厌恶相差万亿倍，不能相比啊！无法度形容个批论啊！卡数都是天地呢，再个比起了第六段天的天王，如果是相差百千亿倍啊，不能相提对比。这个色数第六段天的天王，再比起了无量寿佛。无量寿国内底的菩萨与声闻弟子呢，因的眼貌光明容色，如果是相差不及百千万亿，甚至无法当计算倍数咯。那么这段真长啊，总共一句就是讲，乞者或者是贫穷善解人。和皇帝国王来比是无得比的，三顿饭食和三个砍身躯都无多咯，哪里我得和皇帝来比呢？佛祖做个批论咯，伊讲既然是安尼，乞食贫穷人我得和皇帝国王来比，安尼呐，皇帝和国王，佮和专任圣王来比呢？哦，专任圣王又佫殊胜啊，百千万亿倍呢！都不及啊！专任圣王佮感觉多利天的天王来比呢？哇，微不足道啊，微不足道，微不足道就对啦，根本都无得去比较。天地偌庄严，福报偌大啊！你专任圣王要安怎同伊比啊？百千万一倍都不及啊！那么佮多利天王佮看这个啥？看这第六天的天王来比啊？又过无得比啊！换一句讲，一战天比一战天的境界愈微妙，境界愈福报愈大，根本都无得比的。搁听哦，搁他话自在天都遐尼啊庄严，遐尼啊可贵啊！搁跟极乐世界所有的菩萨、声闻、天人来比呢，百千万亿倍都无得跟伊比啊！对清楚哦，这段经文就是讲的啊。好，注意不听哦，听哦。贫穷下贱就是狗啊！顶世的人无修功德，贪着这个财宝啊，唔肯喜舍，而且呢，为富不仁，越有越贪啊，贪心不足，欲一本万利啊，不劳而获，不义而处啊，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。纯粹是修在脑，如是是因呢、啊？你知影哦？所以善者贫穷下贱，就是狗。顶世的人奸贪高德当生，一个钱拍去世间哦。那么纯粹修在脑，这就是正因呢、啊？有因就果吗？佮听好哦。
皇帝国王就是果，仁慈博爱修信修善业就是因，修心啊，修的修信用，哎，会当布施施舍做功德，普罗造桥，多帮忙需要帮忙的人，这就是因。后摆得到富贵，甚至做皇帝国王就是果啊，仁慈博爱啊，唔知我都哦，通利天下间的人。那么大都不好利啊，人人自奉得了啊，是破坏奉得了啊。过来，人中独尊啊，容貌端正，皆为精英效果使然，唔是佛所赐的，神所赐的。安尼听有吼？所以咱人个相貌非常个英道庄严，生真美丽，生真水，有气质，这就是果，唔是佛祖赐予你个。唔是神赐予你的，唔是上帝赐予你的，是你该定的顶级的人有修买花供佛，有修行修忍辱行，迄就是精英，唔是神赐的，也唔是佛菩萨赐予你的，安尼知影吼？所以在这因果的状况之下，人人平等，人人拢会当成就啊，安尼最清楚吼。哇，时间够到咯！想要讲的当中，时间阁无允准，会见下。那明仔载佛说无量寿经呢，第69天同时间再会。